我看见那天刘丽飞说哇好棒啊，然后说我放这一会儿再吃，看到他脸上勉强的表情，然后完了之后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没熟，然后他就不吃了，他默默去煮了一碗新的。请问你们俩在干什么？这两个人有什么毛病吗？我跟你们说不可能这么快开始的，相信我，真的直接就要把你们拆了，好吓人啊，人类奇葩行为，这是要开谁的门？他们在敲兔子的门，好吓人哦。感觉像那个什么，像红太狼和灰太狼。感觉那个哎呦太好笑了，哎呦，哎呦太好笑了，红太狼和灰太狼，哎呦太好笑，小文气死我了，我来拆门了，感觉徐淑文像个哈士奇开始拆家，太甜了太甜了，小文琪琪太甜了。我们小文琪琪也是啊，就是青春盛典啊，观众席，在观众席也是有 CP 镜头的。嗯，我已经反锁了，切得好。也是有 fold 的，对对对，受伤的只有我们，真会写，真的，我也觉得可能是故意的。嗯，撬开，但没的没的没有，你看把我们小铺吓得目瞪口呆，朱唇微起啊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小扑？好吓人啊，这两个人。